起劲，起劲哟，强壮哟。是安尼舞哦，咱这个林长的这个位吼，你就直接讲暂时休困就好啊，叫我慢走。从西到台，你妈该事情全部都报应，报应，报应，你妈该都摆第一，来嘞！芊芊，哎，阿姨，你过来，爱兵家来了嘿，来博的乌烟瘴气，爱来改变一下心情。做得么？做得啊，做得。今日老人天数老心里哪一家好？哦，这就我爱了，爱了。在梦里安子睡。是啊。教完飞机就好诶，佮看到爱会很较轻嘛。你就皮下皮下嘛，准爱叫你吃饭。吃饭嘞？要唔该啊？唔滴耶。阿姨，欸，其实真的不是麻烦啦。哎呀，不会麻烦，我是职业病，我看到人家吼，几只刘海呀，哦，哎，去读多么足啊，我就懂感苦哎。萱萱啊，你要按叫你老牙佛医，是不是穷哈？研究那个什么说创生的什么被东东哦，哦，那不算研究啦，嗯，有上司不会讲到听听，嗯，俺来的喊声音诊哈，嗯，移动天数，俺就那位富雄搞了一件，嗯，你就胃炎家吗？没啊，我搞胃炎家，哦，那是。很麻吉咯，萱萱啊，嗯，你阿姨爱讲吼。
情暗厚，说不定做个男女朋友会更好哦。哎，不过你已经你唐爱公，爱过来人呢，别哈忙结婚，货比三家是绝对不吃亏。来弟，你对阿婆一来讲很特别，工作又能够夫雄周姑，用家人又按宿舍，你真紧唔靠你哦。萱萱，浴室了哈空空，你先去洗，阿无等一下老人哈强哈水，阿又唔拉强。好，你马上去。哎，还忙正货呢。哎，哎你就好。安子说：“你先去洗衫哦。”阿家子，一条本。嗯，安子说：“唔会啦，我肚好有煮银耳莲子汤，爱什么？”好，好，爱食。大早就转去的啊！伊讲不开，有事爱冒汗，娘个黑么？阿姨老李啊，挂你爱门风，下讲爱送爱。哪个同事啊？你请干，有嘛该事啊？安尼，同兄弟告状，不过我知道你应该爱滴。阿姨同希望做得有像你安尼又强又乖的心口，娘又吹的很阿妹留不爱的。阿姨了哈老气送不你，希望你做得靠你，每不阿佛伊一只机会。按鬼冲的东西来做唔得事，还像你版本阿姨。是。老来讲，也系嘛个意思？哪有嘛个意思？交朋友嘛，啊不就安尼？哈？送东西很正常啊。交朋友，希望你认真考虑，不爱佛爷一只机会。交朋友会写这样吗？哈？你听你按哪做？你还懂见识又没面子。你主动到的，我就不失踪。我又拜托你做么？你一定要控制我，条不挨老总管命令的，你搞不用的。我去做阿平，结果呢？连朋友都做唔上，你按来做，系为多你，爱看你当你按的，爱懂唔攀的。你还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为了文轩，每天都去练车，输送转来，将来看到。寒足重秋，苏爽，苏爽没没挨几痛啊！不管伢事啊，就装唔得莫管安多，挨咩黑，伢子咩黑，你要听风咩黑啊！李长叫你先不要做，
我完全同意你莫管案度，大家别跟他放弃，你对吗？对。好啊，好，大家要来关爱，情义关爱，人生关爱，你来关爱，我带你做到辛辛苦苦，几万个啊，哈，穷秋，我去死的，做得无？你讲嘛呗？为咩个大家怪你？你有上过吗？有上过吗？俺家下应着咬你讲，可是你又恨你，俺一定不会让你断绝关系，买个账来。转个擦破点，往擦针，老电针，再丢塞墙门。梦想给世界，用变奏，从遗憾，用爱给反省。陌生都慎重，老昨天阳全陌生穿。世间有金白都喊不出声，用我爱歌都爱。粉丝，粉丝，粉丝。小心你牙三高，会跌脱。唔但需要，妈，妈，我弄你啊！妈，红衣来了，衣来了，哎，带你去医院呐，结痂了，哎呀，结痂了哦，来了，姐，妈尿完了。小叫西西兔。西西兔，你为了你啊？俺用不会滴啊，做滴草不用就买摇滴草。怎么开了？既然阿婆留本给俺尿水的，条条送粉文宣。阿嘞阿嘞，不带烟么？哎，所以要观察。妈，真的好来啦。俺没事。哎，做嘛开了哦？你啊，俺出说唔得。先生讲俺做唔得，就带你了。俺就没用诶，做么个单元？你都受到四十度，你还讲你没用诶？俺没想衰的了。爱你带你了，还为你好。是啦是啦。好好好好，好嘛该好。你阿爸就黑的了，退来了。哎，转转转转转来转转转转转转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妈，生你啦，妈，没事啊。Thank you.
有用的吗？来，你坐下，你坐下。没事啊。妈，你没爽快？来妈，那是药的。来啦，先洗洗的东西哦。那是东西，怎会好啦？来啦。妈，洗洗啦。啊！妈，你个东西来都整理好啊，还有那个事情我来做个么？好啦，你是要的。来，是要的，来啦！哦，妈。爱吃药的怎么会好啊？走啦，你没吃药的怎么会好呢？老给讲嘛该啊，就老给讲，嘛差不多啊，啊大家做饭去。老给人家嘛该做得讲，嘛该做唔得讲，你。哎，就伊遐欠多咩，讲来伊咩黑。事情用全做一摆落啦。因为安尼啦，公帮手帮，你听讲伊去买条几好食个，哪边乱个下不呢？记得啊，喂，勇诶，妈有留你穷下无啊？无啊，去英国还滴水啊？无啦，你妈那钱都存唔到去。哈？你刚好出门去还滴无卡？好，你妈算转去啊。用船啊！阿妹有钱冇？冇呢。佮唔知招你去耶？咋？阿妞个做啦？啊，等下等下，阿母下等咯。好好好好。阿娇姨。
的啊，很矮啦，没想到娘书记的汉大的童，妹唔知俺迄大多耐去，大伯哦，俺迄上多抓就按，你是按着做嘛该啦，你弟俺一三年弟俩，同甘苦呢，辛辛苦苦为到达三年，结果呢，无到达三年就嫌矮呀，俺咪较早去死啦。卡做到的，去老二做盘。来俩哈，你跳白，太家带个记得踢。想到当初跳白个事，有上次，我曾经当上念跳白个瘾呢。喂，眼睛麻利了，丁南山路鸡片啊！好，有时阵我家己一个人拢会想，假使迄个时阵啊，莫发生九二一，安尼一切就拢甲原来同款合圆满，我嘛袂感觉我对不起咱的囝。敢知影？我甲前几工安怎搁咧做眠梦？还会梦到迄个时阵，我是先去救着青衣，啊，不过我翻头的时阵，我就看到何宇去爹爹下面。你敢知影我真正是甘愿往爹爹下面迄个是我，安尼我死嘛甘愿啦。我大概若看到伊，予人笑，我的心肝吼，就敢那接那位同款。我敢那用个命，我条老命去报偿伊。结果，所有查某囝怪我偏心啦，连后生伊嘛无认同我呢。我一定会让你断绝关系，莫再做来。我已经硬经遮济年啊。到最后，我也是感觉讲，我真正是无路用，做人的我做无好。店长嘛做无好，硬往车落台。最后，连妈妈嘛做袂好，我感觉一世人，我白活。你俩做嘛该啊？忙来正义啊！做嘛啦？进来啊！不是你管，我没管你啊！我叫个事，我没怪过你。你老爸爸讲的话，你还全糖豆哎？嘛啥准你糖哎？输给俺付钱的，做唔得做唔得糖。海西啊，唔先叫嘛啥，系冇葱油，葱油的系贵家人平平安安就好。嘛，该无葱油，唔叫安尼，我系当伤心，等你笑，笑你的福报，我一般人欺负我，假使我做得较好，你会唔会
较快乐。你已经做当好诶。爱哪有？爱嘛该都做无好。不用按你讲啊，海西啊，爱都唔知，阿娇伊，伊咧做心情，叫跳尿。爷爸，就许爱无根基，其上这话，咱应该那是，请伊老家细人的无人照顾，你有故事意思，万一有物该，我用个啥？真金不是胆钱。俺爹没胎的，为对自家的现在负责。哦，负责。唔对，我对自家负责，俺无意见。不过你很爱讲的，你爱先对俺负责。万一有物该，我用干啥？敢用个啥？你还想我打挨着呢？啊，你用袂滴滴啊？用钱离家出走，为人之恩，哪有继续上班的道理啊？你丢全部滴滴啊？啊，你挨当干爹嘞？干爹嘛该？鸡汤的鸡款的全部就本人看枪枪的啦。天公爷哦，所有给人就为滴，你阿舅子哦，一世英明，结果还从生人的滴俩舅子，爱死的哈！你点点啊？讲唔得啊！我爱那么哈，哎呦，就可以了。嘿，做唔得爽啊！等一下老体，你讲啊？我老你讲哦，下礼拜啊，你要离家出走做的。不过，你要先搬来青岛，你还给太细心，还是每年两米哦。我没离家出走。好啦，我等就爱你。你最好阿妹，嗯。你阿妹，嫌我啰嗦啊？嘿啊，下礼拜你过安尼，俺强强不肯。韩公爱，爱你爸母啦。不会啊，不是啦。阿娇你啊，俺们爱你啊。爱你死。阿姐，我是中华爱。把你们给中华爱你啊。爱中华爱啊！太衰啦，阿娇姨啊！啊，顶届吼是我无好，啊，十几年来毋捌看过你破病啊，对无？啊，咱莫为着这款代志拍歹身体，咱加休困。其他代志哦，咱去参详，慢慢参详吼。啊，你三八啦你！来开门开门，哎，大家你别来坐坐吼，饮一杯阿茶嘞，嘿。
来，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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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偏哎，你哈没事哎，唔知晓。嘿，你变矮了，又出犯本忌，快去不偏啊！唔系啦，嘿，因为地方创生嘅事情，大家就冇乜该支持佢。李总又希望佢连总推下来，所以怎袂安尼？系安尼哦，阿姨一亲自都懂不去。不会啦。需要什么呢？你要咖啡还是红茶？红茶好了。那一杯咖啡，一杯红茶。好，稍等一下哦。李总建议，没有来老去费事的，我讲，行来的，行买的，没老去去抢票先。嗯。妹妹喊丁兄，做地主家提攀法门。不要胆枪否定人家。我们有继续请资料，还研究一下动力化的森林小镇跟长老政府的合作模式。来等一下，张传本你看。好啊。嗯。等一下，你做的老爱看一下买菜茶的 app 吗？看有乜该爱改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你的饮料好哦。哎，你拿来。谢谢。哎，你没吃到，我就留一块四十四个时间查懂的。哪个意思啊？唔记得啦，一块是俺去东家买，在那边做一件抗议书品。我想做出，我俩想好去写个作品，有俩作品，表现俩大伙个风土民情。哦，嗯，正经东腔，嗯。哎，你自己还不是？要带 V 个人啊，用多时间做表面听听。一个愤世嫉俗、乖舔乖踢，谁知道现在还会在这边绞尽脑汁？嗯，那也算是一种改变吧。不过，那好也唔好啊。嗯，肯定唔对诶，我听错。不务正业，多管闲事啊！韩冲做来熊哈，就进来进难事。嗯，有可能是吧。嗯。啊，不过，俺又吃到韩冲唔是安尼。头摆俺去台北，董印正做老多董顺利，其实无乜个目标。唔知试个好物个，转来了后，虽然但你就穷用，日子过得很慢，一直重复，知道浪费多多时间。不过，很穷，又有乜该莫穷用？嗯，外地用人讲诶，就是一种踏实感。踏实感。嗯，虽然懂多事情就可以消失，不过大件事就无简单。滴滴阿 V， 无条家，共用的用的，全部就可以自家做决定，无加扣。故说，我根本自家，伢个想法系嘛个，你想做嘛个，你好嘛个，伢个抱负系嘛个，嘛个对你来讲最重要。刚回来的时候，我很常遇到挫折。不过返乡了后，本只卡做家庭，后尾开始养，才慢慢的吃到爱汉中，看了去吃家。虽然脚步有较慢，结果可能有好，没有坏。不过爱吃到懂色菜。Thank you.
爱含种近来敬重伊那种想法。你头一做乜嘅？哦，台北嘅事处理好诶。系啊，做政府开体，那就视察下来。你系新嘅作品啊？唔系啦，你系外来嘅 T 集作品啊，又系老外办个材料嘅，唔记得啦。唔记得咩冇关系啦，我要攞佢擦脱咧。为乜嘅？你唔系？你发动作时间做诶，一开始是根本唔治疗不给你，你想嘛该，是要嘛该，就去搞乱做。一下看起来，一系列问题就无。每次都唔会啊，我上次上台北。有个朋友的作品跟你这个很像，而且在圈内评价不错，故事我们母后啊。人家还看片影后就讲来后，还知道懂形势、懂时行啊。至少比你老人家我买干买菜茶，够卡好，工作还没卡好谈。我个意思，你还知道买菜茶看唔到？唔系啦。就会看事情的格局太小了嘛。给你吃的应该会用的。I don't know， 你很专业，你有梦啊？你的东西，你会讲，还是没想到你会变成乡土艺术家。乡土艺术家有嘛该唔好 ？Is that what you want？ 出过个事嘞？这两件事有冲突吗？哎，你进来，就进来后。你想讲嘛该？无关系啊，你讲。我俩哈，无伤害老你严格。你无严格，我大摆用你认为的来伤害。我知道，懂奇怪。为嘛该，你都打败严家，就系俩问题。嘛该问题？你冇认同我嘅想法，我咪冇办法，只有你想嘅做。我冇唔认同你嘅想法。有款想，我就冇一个练习家诶，我就做得冇一严家。唔过，我就冇一个回避问题诶。我想听你的想法，不管是对我，还是我的未来。To be honest， 我认为你应该站在更大的舞台。我相信你有那个才华，我也希望我们两个能够朝这个目标前进。这边虽然是你的故乡。但我认为，在你的艺术生涯里面，这里只能是个过场，不能久待。我实在不想这样讲，但这边的人，不管是素质还是艺术涵养，都还没有达标啊。我真的很怕你在这边待久了，会一点一滴抹杀掉你的艺术价值。给教室，你讲我去听刘弟弟嘞。去驾驶，你还讲我去听刘弟弟嘞？太冲动了吧！不冲动，你半年的时间，我等你就懂认真的干事。弟兄，我爱马街，你还爱弟啊？你啊，就是我上爱单间的地方，我爱的沃卡尼，林沙。朋友，朋友创作的缘分，最重要的是，弟弟
爱知道东方戏耶，爱很清楚，爱个作品老反应给伊，我成长了，就是多亏了这，你都没有看到吗？可出国留学可以带给你更多、啊，也许吧。但是风筝能飞得多远，它的线头还是在这，我终究还是会回来。呀，哎，您怎么你？假使爱到，就按你继续都结婚，最后太低了，哎，继续让你知道结到无错情给人行凶哈。作为全部就让你知道懂捞的东西，你做得下数吗？你还老奶公司哦？没么？讲啊，你做得下数吗？我不回答这种假设性问题，更何况是这种没有必要的假设。不是没有必要吧？因为你一开始就母兄结束那个现在，错吗？这就是那条无法改变的事情哈。阿一贝。你上次建议我的那个 APP 真的有用哎，阿一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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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来卡做来，这可能就没事嘞。你阿妹念的不错，有什么的最重要的那么高行动力还有时机，你俩还两个队友啊，你很皮我来看啊、你对根本就是上看好戏的，因为好了离开的人越多，留下来的人就越重要哦，完毕。